们，大家好。那一样呢，今天呢，健身狂 Sally 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运动啦，让大家在过年的时间动一动。OK， 今天呢要分享的训练动作是我们的肱三头肌的训练。那肱三头肌的训练呢，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哑铃来辅助了。如果没有哑铃的朋友呢，你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万能保温瓶，里面装满水，然后也可以做你的训练哦。好，那我们要开始哦，来做今天的肱三头肌的训练动作。首先开始呢，你要就是你的这个脊椎还有骨盆要保持中立，然后坐在这个椅子上，也可以站着，也可以。如果你要站着的话，你要记得要微微的有一点屈膝，好，然后一样颈椎肌柱，然后还有你的这个骨盆都要保持中立。那如果呢，你要坐着呢，也是可以。那坐着，然后一样，两脚圆同宽，哈、哦，坐在这椅子上。好，那我们要开始训练喽。一样，训练的过程中，手持着哑铃，然后呢，双手举高，然后呢，另外一只没有持哑铃的这个手呢，哦，像这样子往后抓住你的有持哑铃的这个上手臂的动作，然后呢，有持哑铃的这一只手臂呢，靠近你的头部就好了。好，那莎莉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后面跟侧面的这个抓握的这个方向还有位置，很好。那其实动作呢，就呈现这样子。那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手呢，手肘呢会向下，我们的哑铃会在下面。那一样用力的时候吐气，你把你的哑铃往天花板上推，放松的时候吸气。慢慢的呢，把哑铃放下来，好，用力，好，慢慢的吐气，吸气，好，再用力，慢慢的吸气。记得呢，你的上手臂呢，尽量保持不动，透过另外一只手抓住你的上手臂，尽量保持不动。好，不要过于移动你的上手臂，这样子呢就会训练到你的肱三头肌哦。好，那我们的训练呢就到这边，希望各位朋友们一定要试试看哦。那今天呢很开心跟各位朋友们呢度过了一周的这个过年健身动一动的这个训练。那也很开心，莎莉陪着大家，非常的荣幸陪着大家一起过年。那在过年的期间，也希望各位朋友们不要只是拼了命的吃美食后，也要呢让自己在闲暇的时间，透过身边的器材或透过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重量来训练一下，锻炼一下自己。那莎莉呢也在这边呢，希望各位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三阳开泰，羊年行大运。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健康，然后事事顺利，要让自己呢生活在运动中，享受健康，享受快乐。我们下次见，拜拜。